女人都爱这野菜，多吃消炎抗菌补气养血，拿来凉拌最好吃。一、儿菜，儿菜对人类的肠道有明显的保健作用，它可以抑制肠道的运动，减少腹泻的发生。另外，儿菜还能帮助肠道益生菌生成，减少凝黏物质的产生，对减少便秘有很好的作用。儿菜中的膳食纤维很多，几乎没有糖分存在，它进入人体以后可以加快胰岛的分泌，对血糖有一定的调节功效。儿菜可以有润肠的作用，对于预防便秘有好处，而且还可以有很好的调理肠胃的作用，对于减少腹泻有帮助。二、观音菜，观音菜是农村常见的野菜之一，营养美味，富含多种营养成分，具有补气养血、清热解毒、健胃补脾、消肿止血、养虚滋补等功效。三、地丁菜，农村这些野菜你吃过吗？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